张万万，我是可以接受我跟都瑞瑞要一起出国出差的日子。那包括什么晚上十一点不要走，我爱你。晚上十一点的飞机，但他硬要我五点就待在家准备，硬要开车载我去机场，好紧张哦！会不会跟我求婚啊？一到车上啊，简直叫做玫瑰花。出国出差会不会变成蜜月旅行吧？我是个传统妇女，我以后要叫都户可哎，好难听哦。总之，今天这支影片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出国出差的 vlog， 这就是本次的计划，开始。哎呀，好烦哦，好丢脸哦，我不要哎。我是今天你的接送服务，走，跟我走。戒指那些快点拿出来，还有新一区的地契，不然干嘛今天硬要开车载我？今天就是有跟车子合作。我们的回忆，你接业配，你见不见？带我到任何一个开价通路，才会原谅你。哦，好，可以啊。你要买什么？我的业配产品。靠金钱维系关系的团体。为什么业配产品要自己买？他有给我，但我怕我不够用，是防晒，什么都没加，所以你也可以擦。哇，找到了。果然开价都有，这个厂商真的很猛哦。防晒乳这种东西是没办法骗人的。嗯，阿里防晒水凝乳，阿里说他们没有在怕的，因为他们有最高防晒系数 SPF 50加，然后 PS 加加加加，啪啪啪啪。这次带去杜拜是阿里的明星主打品，销售第一名，十彩 UV 高效防晒水凝乳 EX， 抗摩擦机能跟极效防水。我们会去沙子里面跑，也会去水里面，就来看看阿里可不可以保护我，让我在杜拜不晒黑。哎呀，不知道是机场还是 Costco 哎。1000美金可以换到3490迪拉姆。阿联酋用的货币，杜拜星巴克的蛋糕，看起来都甜到眼睛瞎掉。这样多少钱啊？这个23块，你的比较便宜，你的13块，然后这个19块。币值是拉姆迪还是美金 ？AED 啊 ，AED。那很贵，很贵啊！这是我点的热情芒果，非常有仪式感的分两层哦，很浓稠哦。热情，杜晨瑞，这是我的热情芒果，不是很好吃哎。对，我刚也是这样讲。有感受到我的热情吗？非常的甜，吃了会精神很好哦。好可怕哦！卖给阿拉伯王子。现在去搭捷运，连捷运都有头等舱。头等舱，160还行。这个我付。那正常是多少？我看一下正常，80块，差一倍啊。杜拜头等舱捷运票。中的普世，没有黄金的感觉，就是一般舱。其实我觉得一般舱坐起来比较舒适，空间比较大，我觉得搭一般的就可以了。The next station is O'Hale。我刚交了一个朋友，他没有要跟你交朋友，他只跟我讲话。他可能觉得你很有趣，长得很有趣。可恶，亚洲男，没水准。杜拜捷运好整齐干净哦，我们大概已经走了5分钟，至今看不到尽头。捷运像是机场一样，他们跟台北人一样，走路都用跑的。哇，好热。撞的，但是你涂上去啊，它会马上吸收，很清爽。哦，天啊，真的好热，额头也要防晒。我觉得它最方便的是脸跟身体可以一起用，所以你就只要带一小罐。大家如果都跟阿里一样，学测一定上台大，因为吸收很快。做好保护，可以开始今天一整天的行程了。小小一瓶很好带。哥哥，我在地上捡到什么？这个人在路上乱捡东西。等瑞瑞打给他，丢掉了。不同人。好痛的！天哪，天哪，各种 SPA， 这个数量密集到让我怀疑他是不是在求救了。一个找到啊，就找到他本人，是这个方向没有错。献出你的地址吧。哇，太阳真的好大。Thank you。52，400多哎，两杯饮料，我还不敢点东西吃哎，有比纽约猛哦，一直说要去星巴克，我快气死，在杜拜只能给我吃星巴克，星巴克一定比较便宜，400多，喝了会心痛，你又要退出客家界，我是被迫退出的，被迫退出，这是人工摘的可可，没有泡开，哦，有点化学味，它应该不是现榨果汁，上面超多悬浮颗粒，很明显没有泡开。把吸管往上，只要掉到底下就可以了。放纵，风景很好。风景很棒。隔壁有一家小超市，都没有标站，会让我很紧张哎。
原本想给大家看物价的，有些零食，一瓶水要1.5迪拉姆，这瓶水23块，水很便宜。啊！眼睛瞎掉。还好我们有擦防晒。哇！哎，要！哎呀，旋转的大惊小怪的观光客要来研究怎么骑这个酷东西。嘟嘟嘟，我摔死，你要来救我！167块，我还没骑就跟我摔167。好、哦，有了吗？有了吗？你为什么感觉这么不稳啊？不要我！差点死在迪拜。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那么厉害？好惨，好累，我不要玩了。我脸好像都有点晒红嘞。真的有点晒。治愈我吧，冷气天使。好，好热。很不冷哎。我把我的生命线舔掉。好漂亮。不是要有那个香味，遇到感觉会加在刨冰里面的东西。朱瑞瑞在骚扰店员，现在去吃一个很酷的午餐。哇哇哇！走在红毯的那一天，多爽瑞，他没有地板。我不在乎。这是我的肌肉，较怕的是那个、哦。给大家看这里有多高，我觉得自己长大了。那个薯泥真的是超级好吃哎，手会晒到太阳。这食之无味，好巨高哦！你这冷静蛮快的。我现在觉得自己是好棒的大人。Thank you。我们的晚餐，吃完饭之后要去三 D 的世界，对，两个国中生。这样子40块，300块快400块，很便宜吧？我发现这边的物价很奇怪，然后运送费好像不高，计程车其实也没有很贵。对，计程车没有很贵。抱歉啊，我好怕沾到衣服，脱衣服。不要，大不要。这里是中东国家，不要。这是我的咖喱，哇，很香哎，多一点白饭，不然感觉会很腻。还可以，想象中的味道。饭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太细太干，但是配上那个咖喱酱还 OK。鸡肉很嫩哎，一切就断。嗯，蛋白质很好吃。给一个鸡肉特写，很嫩，好吃，赞。我期待这种东西很久了。哇哇哇，好像润饼，好有弹性。我自己是这样子配的。嗯，跟我想象的抓饼不太一样，像润饼，那蛮好吃的、啊。嗯，那真的很好吃，赞啦、啊！我是最爱吃的抓饼，什么东西？刚刚就拍的时候，你最近自己叫我吃饭吗？刚刚不是在这边蹲着在那边吃吗？你嘴巴不是有嚼？我嘴巴掉出来啊，不可能！怎么不可能？你掉这么大块？你为什么？你，我告你！告我！这杜拜有强迫症 ，Oh my god， 阿志，现在早上8点，我们要开始第一个行程了，壮得跟牛一样。我有想要穿，我觉得蛮好用的。哎、欸，我昨天都没有晒伤哎。我现在是素颜哦，全素颜，全智贤。哇，你直接把 GoPro 当镜子。昨天发现，因为我一开始没有涂手指，然后发现我关节就痛痛的，现在手指也要补。哎、欸，你有跟大家讲你昨天查那个紫外线指数吗？很可怕、啊，我们中午的时候有10，觉得它还有点润色的效果，看起来气色有变好一点。哇，在杜拜整天有喝酒。星巴克会不会找我业配？应该是找我吧，这是我们今天的地陪。Vera、开车带我们去老城区，不用看的就觉得很热。杜拜古城区，这里就是杜拜在联合建国前以前生活的样子。风塔，风塔，风塔。大家看到了吗？那个就是风塔。风塔是什么？因为以前没有冷气，所以它就会自然的把风聚集下来，然后就这样，好凉好凉。大家就在这边聊天，这就是风塔。我与风塔。哇哇哇！匕首，我匕首。哇哇！我想要找到以前做咖啡的东西。匕首，好酷哦！做咖啡的东西。1960年的人就这样做咖啡哦，酷死了！天哪、啊！
甩到不行。那个就是野枣，料理时候要买野枣都买不到，这里随地都有，地上捡都是。在做饼，真的就这样做菜，好酷哦！野枣又被叫做沙漠面包，因为它营养价值很高，然后又很会生长。以前的阿拉伯人就吃这个长大，丝路上面就都吃野枣哦。哇，好热！哇塞，漂亮死了！好生气，不准给我那么漂亮，帅死了！很近的风卡，嗯，这个酷东西集水用的。他在做咖啡，他是用很古老的方式做咖啡。他也做，不太能喝咖啡，不好意思，没问题。Hello， 每次做还是觉得很甜。What this？ No， I am YouTuber。Taiwan， 哥们，哥们，好吧 ，Taiwan。Welcome， Welcome， Taiwan。还有小骆驼。Nice to meet you。好可爱。我们找到你了。骆驼好大只哦，虚弱亚洲观光客要去餐厅避暑，太热了。现在接近中午了，超级酷，真的超级可怕。漂亮的地方吃午餐。哦，我天啊，我有戴口罩，但我脸还是晒红了，太可怕了。Can I picture? Thank you so much. 这个，那个，哇，这个饼超爆干香的，里面只是加 cream cheese 而已，帅死了，跟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学到一样，都是小小杯超热的。传统沙拉都是吃黄瓜跟番茄哦。拿一张饼 ，OK， 100分。料理时候没有白拍，好好吃，很好吃哎，超级好吃，这个饼太赞了。哇，好好吃哦，完全不一样。在这边会比我们昨天在空中吃的好吃很多，那是好吃的，认证。你是个值得深交的朋友。好，五九金毛一朵。我们这一餐1205台币，杜拜的物价实在是太难预测了，很一样。哇哇哇！这是联合建国跟英国人签约的时候，应该是1954。哇哇，帅死了，帅死了！不可以要买。哎呦，可以哦。哎，我觉得你也蛮适合的。我比你适合吗？我现在看起来家里有石油，请大家讲我名字前要空两格，不要用钱砸你。这一套还是我付的，阿拉伯蟑螂。哎，真的耶，我就跟着你。阿拉伯老鼠。杜拜冷知识，大家有看到车牌数字吗？池飞跟我们说，数字越少代表你地位越大。其实个位数的话，你是酋长；两位数的话，你是皇族。那如果三四五的话，就是我们。分享这个冷知识给大家。注意 ，BNW 也是五个数字，好可怕！走在路上一言不合就遇到王子。你是几号？你几号？你几号？是四个字的哦。你是五个字的。希望王子娶我。我妈叫我调一个回去。跟哪一个？我已经等了5年了，还没有。各位王子们，如果你看到这一段的话，请找一下 Vera 吧。我们大家去冲沙，听说会晒到不行。你们现在是把这当石油在挖，一直跟我讲。我把阿里推广到世界了，好好的多买一条。我是智者，绝对要冲出来拼了。他一听到冲沙，什么东西都拿出来。被你这样一搞，我也觉得冲沙是个很危险的新闻。总之要去冲沙了。嗯 ，Nice to meet you。你好，到要冲沙的地方了。OK morning 吗？杜瑞瑞在杜拜买房子，给我谁养他？六号、七号，天啊！啊，完全是五号跟溥仪。不可以。七号坐下，他们是我的男人。休息区都有免费的野枣汁。我们要开始了。觉得我们一定会。杜主任，你现在跟我唱反调。唱什么调？你就跟我唱反调嘛。好，不要。冲啥都有人要唱反调。哎、欸，我为了这个梗，我想了一个礼拜。你跟我说冲35分钟。How do you feel？ 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我全身都是汗。Very amazing。What？ 我是我爱的。沙漠送葬。海风一直眷恋着沙，你会放弃我的天。然后答案换我冲下去，希望这不会是我最后一支影片。No jump, OK? 好 ，See you tomorrow.
很难呢、欸，哇，超级难呢、欸。我是脸涂地哦，看看我的脸，没有粘沙，但是我手那些都是沙。哦、oh, yeah, ，哇哇哇！哇哇！我那个黑袍会用那个，我要死了。你要倒沙吗？Hi guys, you guys look good on the camera. Oh,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I just in camera. Oh. 好可爱哦！八号、九号，把你们放在我杜拜新家里。哦哦哦！我们要舔到。你真的很可爱，你睫毛很长哎。哎呦。Hey guys, please come and smell my inside. 我爱你，拜拜。哇哦。Smell it good. 哦，有香料味。It's look like very sweet. 嗯，双胞胎，甜的双胞胎。嗯，哇，我中午拍的那个超好吃。我们的帐篷刚好26岁。吓到你，对不起。你是10号吗？我可以碰你吗？哎呦，啊，你这是10号。很多东西啊。对啊，哎呦，请讲啊，还有这种烤肉。嗯，也有些比较清爽。这里的食物选择太赞了，我拿了2种饭，鸡肉咖喱，然后还有一些羊肉。超好吃，就是羊肉。哇，那羊肉是入口即化的，这也是我目前吃到最好吃的地方。真的假的？我觉得比中午好吃。是哦，嗯，超越想象的存在。葱沙可以略过。I want to guess how old he is. 25. 哇 ，You're so sweet. I'm actually 34. Oi mãe, oi Marina, Fredo e Mozi Jules. Beijo, amo vocês. That's so cute. That's so cute. Is that like a message to your family? Yes. Oh, they're gonna love it. That is so cute. Of course, too. We really like you guys. Yeah. Thank you. So sweet. Very Six people. Happy. Yeah. 发生开心的事情就想吃泡面，这真的是我第一次在国外交到新朋友，所以很开心，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回忆。喜欢杜拜。嗯嗯嗯，快乐的泡面。在工作以前就要睡了，晚安。他是没有标价，然后没有标价，对，太夸张了吧！我现在洗完澡了，感觉耳朵还是挖得出沙子。阿里真的很方便，因为它没有添加香料跟色素，所以用洗面乳或沐浴乳就可以卸掉。这是我这种素颜嫁的福音，不然出国还要再带一瓶卸妆乳，行李箱真的塞不下。赶紧溜溜，晚安。大家早安，今天是要去住贵贵饭店的日子，准备完成。有人只有带加3的，哭着跟我求这个。我加4，然后又50，来买50来，得到试喝真奶。异国遇到同乡人，有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心情都会很好。一杯要16迪拉姆。我们到最贵饭店本人了，我刚不过就是在外面等了5分钟的 Uber。我就失成这样，哇哇哇！一堆有钱人，大家去摸一下他们。好浮夸的大厅，这边是杜瑞瑞付的房价，我等下干走 mini bar 的东西。好夸张，我等下下去拍，好疯。哦，饼干，健达充气弹，死掉！杜瑞瑞贱人，哎呀，你可以看我尿尿的地方。这个饭店真的好疯哦！哇哇哇！小鱼教学，肯定是哪一代厨师？酷死了，电装水母。不得不说，杜拜真的很会营造氛围。你好大只哎！嗯。啊，好多水！哇，开始掉，那我要下去喽。不知道为什么一到泳池就想尿尿，但我没有尿在里面，我是大人了。游完泳要补充热量。哦，这个房间刷的是杜瑞瑞的卡。嗯，运动完东西最好吃，35块的洋芋片。哎、欸，饭店卫生纸比纽约豪宅还厚，擦屁股不会流血。
哇哇哇！我这辈子其实没有想到自己可以吃到它的产品。是我的番茄汤，节目我基本上全快。真的假的？对。哇，你是糖粉哎、欸！好紧张，我真的不敢喝哎、欸。啊。它的酸很明显是用新鲜番茄弄出来的酸，很有层次感。哇，这种高级餐厅都是这样，上面会印他们的店名，就跟猪肉都会有标产地。哎呀，这个真的是哎呀！其实我一直觉得威灵顿牛排看起来就是超难吃，但是就是要点。对。哎呀，蘑菇味道扑鼻而来。不过我只吃肉的话。肉很好吃，那你就吃牛排就好了。酥皮也好吃，分开来吃好吃。对，分开也好吃。这个牛排真的是超赞，看起来超深，但是真的是超刚好。满意，马铃薯泥。哎呦，马铃薯泥好好吃哦。你的羊肉呢？很好吃，蛮好吃。这个薯条没什么好说的。吃哥德浪子的餐厅，这在我的人生愿望清单打一个勾。下次在杜拜真的很开心。你的甜点是什么？水晶饺皮、高丽菜，好像是凤梨哦。我的甜点，是哦。停在刚刚威灵顿会很好。我要嫁不出去了，以后我结婚，我老公的对手就会在婚礼上播这一段来报复我。哎呀，哎呀，你裸体睡觉？我跟杜瑞瑞要分开吃早餐，因为总共有两家早餐可以选，想看另外一家可以去他的影片。吃的早餐像在玩大地游戏一样，我走了好久。哦，好大的早餐，哇，好多可以吃的东西。我要录下来，不然打我就会忘记我的位置在哪。100种谷片，超级多可以喝的东西，各种优格。这里真的是太大了，地名绝对不会踩到你。啊，这里是中市区吗？有点，他哭了。汤面，哇哇，真的是 nice to meet you 哎。这里是亚洲区，这里就是一些美式早餐，我整天吃的。嗯，现煎的蛋，100种果酱，100种面包，整个早餐直接饱到明天中午。4种水果，我是讲话实在的人。神秘魔法阵，好浮夸哦。好多颜色的巧克力，差不多就是这样，基本上是可以饱到吐的等级。这个早餐真的值得起床。Thank you。第一 round 早餐，我很喜欢吃米粉。嗯，高汤是熬出来的哦，不是味精哦，好好喝哦。我任何调味料都没有加哦，好扯哦。贵快起司火腿酥的第二 round， 五号没有的蛋蛋。超多汁，我原本想说这一 round 就应该会很普通，结果很好吃哎，这里的早餐很厉害。煮得很入味，然后入口即化。今天还有一整天的拍摄要拍，早餐就这样子，拜拜。海景真的是蛮漂亮的。大家退房了，防晒一定要补。杜拜的太阳真的太可怕了，感觉后羿在这边没射完。拜拜，拜拜。等待退房的时候还给饮料喝，再赚50。杜拜饭店一个比一个在打，在杜拜天花板不挑高是不是会犯法、啊？我的新房间，我就睡这里。来，剪片的地方，差不多就这样。我迅速开箱完了，大家想看详细的，去看嘟瑞瑞的。那我自己最喜欢的超大冰箱，你会用到吗？不会，但我觉得有钱人家的冰箱就要有这个。客厅，他出去拍摄了。不管哪里都要有鲨鱼，大家不用去水族馆，大家来杜拜去购物中心就好。这里的人真的好夸张，所以啊，其实都吸光了 CO2。漂亮夜景，好亮哦！来，十二早安。连打喷嚏的方式都变不一样。今天是我们在杜拜最后一天，明天就再也见不到了，拜拜。都在那里起床，快要九点了，起床！真是哦，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没有竞争力。我这5天真的是狂暴猛击，但它还有很多哎，容量的猛兽。气色佳佳，哇，漂亮死了！想碰海，啊，漂亮！看到海就是心情舒爽，活泼健康。好了，杜拜的饭店都好夸张哦，严格审视你。是我们的迎宾酒，香槟，啊，好棒哦，好棒哦！
器跟吉他哦，这把我有哦。虽然这里很漂亮啊，但是我会被晒到，所以爸爸该工作了。如果要大家选的话，也会选在坐在海隔壁吧。下次可以在这边吃饭，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杜拜。有橙汁、面包、奶油，好像香皂。哇，好烫，好烫，好烫！吃起来像是法国面包，很新鲜。嗯，还有奶油 ，special。哦，我刚才有说好像花生，我觉得它就是花生。How is everything so far? Yes, very good. Very good. 我还没吃，我就觉得大英纽约米其林三星，因为它的食材非常多，料都非常精致，突然间就摆满整桌。Thank you.哦，还有加酒，我不能吃花生。哦，哇，好神奇！外面是硬的，里面是软的，很有趣。鳕鱼天妇罗，让我想到奥兰贝。瞬间马上回来，真的很好吃。海洋的味道，安德的心。主餐刚好也来了，分量比我想象中少，很辣哦。前菜那么惊艳，对，前菜是真的很惊艳，主餐中规中矩。嗯，这种天气就是要吃雪碎。杜拜贵超市。啊，好好看到水果，吃一点好了。杜拜的草莓没有很贵，一盒27.5，两盒40。刚刚那样一个人是450迪拉姆，我觉得非常值得，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的地狱金箔跟地狱纽约米其林三星，怎么想都觉得450很值得。刚在楼下超市买了一些东西，洋芋片、泡面，看起来超好吃，超大一瓶水。哦，杜拜真的好干，比我的烧还干。西瓜甜不甜？这样子是台币249，杜拜物价太捉摸不定了，杜拜价海底针。杜瑞瑞现在在街坊，我回来赶片。西瓜，嗯。不选择西瓜。有钱人家里最多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等等等，我最期待吃泡面了。等等等，哇，看起来很好吃。嗯，非常普通。巧克力。直接吃一颗。包装看起来很神秘，是金沙吗？是金沙吗？哦，是一颗球。嗯，没有很甜，里面有完美的开心果，好吃。噔噔噔！阿拉伯最强炸鸡，慈飞现在是我阿嬷。听说他当初从阿拉伯进到杜拜的时候，引起了一股旋风，杜拜人都在排队。哇，很香哦！哇，这是一块皮耶，这好像也是一块皮。啊，肉在哪里？哦，它是一个很神秘的。嗯，还好。可是我此生第一次吃到阿拉伯风味的炸鸡，有什么风味？感觉玛莎拉差很多，皮是薄皮嫩鸡，然后这是咖喱酱，咖喱酱，我肯定是要开咖喱酱的。这是咖喱酱，但它是白色的，我的世界又崩塌了。沾咖喱酱的薯条，我觉得它好像不是咖喱酱，哎，它是哪？它是大蒜酱吧？哦，对，大蒜酱。我怀疑有人没有吃过。没有，但想要试试看，所以骗我。是这样子，23块是蛮便宜的啦。你要给我穿这样去未来博物馆？对，我要跟你走在一起，这样才应景。你真的要庆幸我没有买爱马仕那把刀哎、欸！杜拜最后一站，未来博物馆。这也是杜拜眼中的2071年。我不知道2071年我还活不活着，但杜拜本来就很会建造未来感，所以我想看看杜拜眼中的未来是什么模样。我可以讲的啊，这一区就有来的价值了，各种基因库，哇，这里很酷，海豚。这里帅死了，这一区才是重点吧？前面那边给我前导故事超久，各种地球上的基因库都在这里。Hello human， 是间谍蚂蚁吗？哦，不行，我真的好想唱江南，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圈圈，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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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你。我有点小失望，我觉得杜拜可以做得更好，不过它的愿景是蛮酷的啦。时间很多的话可以来逛逛，然后门票蛮难抢的。嗯，这是我们在杜拜最后一个景点，要回台湾了。
今天是3月15号，我从杜拜回来第三天。那我剪了个头发，刺了个青，两个搬了工作室。那为什么我要等三天才拍呢？因为黑是需要时间显现的。我在杜拜真的是12个小时都在外面，以这种程度来说，第五天还是无法习惯。阿里真的是可以抵挡杜拜的太阳，大家觉得呢？我真的觉得还好。所有需要防晒的善男信女真的可以选择我们的阿里，它的成分是海洋友善，而且包装还可以回收，是值得深交的朋友哦。我现在有1、2、3、4、5个朋友，手指有几根？5根。除了我这次带去杜拜的驰骋 UV 高效防晒水凝露 EX 之外，阿里还有其他品项。大家如果想跟我一起加入阿里军团，现在在屈臣氏、松本清、康士美、保养、Tomos、东东东体、日药本铺、虾皮直送、台湾中网官方购物网等药妆开价通路都买得到。夏天快到了，就用阿里保护你。更多详细优惠资讯都在资讯栏。那杜拜还有其他支影片，大家都可以去看。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天使保佑，拜拜。